那就是你去，你用你自己的六名角色，然后去匹配别人家的六名角色。它完全是自动攻击的，无需你自己操作。这叫什么？那我都一样，几个好。就是你6v6，每轮就是派一个人，然后你这一个人会有一些盟军帮助你打怪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武器，所以每轮就是4v4。Yeah.